亲爱的弟兄们，有关系的。现在地球跟太阳有没有关系？有。月亮跟地球有没有关系？有。万有引力比之间有没有关系？有。这一个太阳系跟另外一个 solar system 跟另外一个这个 galaxy 里面的星有没有关系？有。关系太多。如果月亮再靠近两倍的话，你白天在台北，晚上一定要在阳明山睡觉，因为海水涨到你没办法，来不及逃，明天退潮你来不及下来，天边弄清天晚上再给他弄个潮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既然万有是这样奇妙的，全部被结合在一个宇宙的中间，而这个结合的能力，这个维持的能力是谁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问你，你从头发到脚底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你不是像机器人可以脱下一个鼻子继续睡觉，你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你牙齿有动，你的心脏开始不好，你的头开始痛，因为有关系。你随便乱吃东西，这边吃后面就不对，有关系。你讲一句话讲错了，整个社会都开始讨厌你，是有关系。你说这个人错乱，什么意思呢？关系不对，对不对？你说的这个人错乱了，他里面有错乱，应该是不错不乱嘛，不错不乱才对的，怎么会错乱呢？一个神经病的人跟不神经病的不同在哪里？不神经病的关系清楚，神病的关系错乱，所以他的言语行为，你不应该笑来他笑，为什么笑？这跟笑没有关系，他这有关系，所以他错乱的，应当笑他不笑，不应当笑他笑，人家笑他大哭，为什么？因为错乱了，因为没有次序。没有关系。有一个布道家在瑞士跟我讲话，他说呢，神经病的人，在神经病院的人出来的时候，100个神经病院的人逃出来，几个人拿着手枪就会把他们抓回来。为什么？他们出来以后就没有组织，逃出来以后一个神经病，这个就那边跳，那个就那边走，结果一个一个抓回来，结果又怎么去了？但是那些有组织头脑的人出来的时候，你从这边走，我从那里走，那些计划，那些关系，使他很难被他抓回去。这个宇宙是有关系的，万有之间彼此富有的引力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要问你，神既然托住万有，神不会托住你吗？这是今天的信息。神既然使你存在这个社会上，神既然使你活在这个时代中间，你想神不会拖住你？为什么你悲观？为什么你失去信心？为什么你有时寻短见，想那些不应当有的事情？为什么你不用信心交托给上帝？耶稣基督不但创造了你，耶稣基督也成为你这个动向最终的目标。你能像保罗说，我像基督的标杆上。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应该说，主啊，我靠着加力量给我，我凡事都能。因为他既然托住万有，他也照样要托住你。所以我们靠着信心向前走。困难有吗？有。逼迫有吗？有。危险有吗？有。但是我不必惧怕，因为有托住万有的神的手正在托住我，主的手托住我，我还怕什么？大家说，主的手托住我，我还怕什么？